大家好，我是铁布衫，今天我们来到河南省巩义市，一起来探访一下北宋皇陵。眼前的墓冢埋葬的就是北宋第一位皇帝赵匡胤。赵匡胤原来是北周的将军，后来因为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才当上了皇帝。不过他善待了后周少主柴氏一族。现在赵匡胤的永昌陵已经被围了起来，能砍不能砍，有哥？人把守，已经不能不让进。我们上前问一下。